我是凯瑟啊，就麦斯嘎拉哈就是我啊。东北什么呀送到你们耳边啊，不是东北的往后上一上啊，东北人听见了给我转发评论啊，扣66啊，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，来吧。离远看你好像洗头房里一枝花，离近看你就像辣椒酱上面老干妈。你来到我跟前，拉了个逼脸小腰一掐，你开始吐沫星的乱喷，跟我一顿乌拉巴拉，女言就像大五腰子一百子连发，抱我头抱我菊花，还干折我俩这把。你拍桌跺脚舞了豪风，跟我一顿发逼杀，我心里只有碎碎念你妈了妈老长。你是电，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神话，你是寂寞，你是 boss， 你是永远的老大。你蓝也多，心也厚，报复满身挂。你狂暴时候各种秒杀，谁他妈不害怕？你朗朗吹牛逼的时候美丽直拉胯，你往死后后我的时候眼都不眨一下。你人格分裂 SM 往我身上滴蜡，你扣杯搜搜刷水溜溜还得讨价还价，那想一出是一出，你皮皮皮爸爸，你毛一天狗一天，我饿了个撒。可是世人嘴短拿人手短，谁赢谁说话，我也只能在我直播间偷偷把你骂，好听吗？美啊，那我省事，我的存在像空气，吸进去怎么吐出来，还整俺一身扣着味儿。这么大个拜拜，我就这么小个地儿，还成天让反斗撵鼻后来管我要电赞。真是我这射箭队员，那不能说个人话。这几年苦不是来也认人归龙怕，别说我是存在来的，没有啥大文化。坐南闯北，哎，就快那车卡不拉。为什么这么大个拜拜，就是容我容不下？怪我不会说些车轱辘转着的卡龙话。就你们跟人如实如的比比别爸爸吧，我操你们下不了，看我让你们溜拍马，我下不了看不了你们溜去拍马。我亲眼一个地方小电炮把你们往月亮一挂，离我尺八的听见没？前思后想，左思乱想，胡思乱想，有时不是应该放弃理想啊？难道主播这个职业真是后娘养，还得唱还得嘚瑟，还不停让你们说、啊、我开完直播后我就快上个爸爸，我在网友编辑大江南北哈寂寞家，最后不是他删了我，就我删了他，加了一个有缘分呐、啊，留了一个跑一个谢谢啊，偷鸡摸狗，暂时没啥技术性。你说干仗轮换刀，害怕丢了小命。大主播全是皇上屁股火疖子硬啊，顶多刷个520的，还得玩命。没事寻上小主播那儿唠点嘎了，其实里面除了协议，那就是玻璃塔了。要不上山东粉卷子唱情歌吧，再不路过那太平房，那大傻子吹喇叭。俺们女主播都挺倔，可没那么随便啊。顶多和你加个好友，还总玩掉线，顶多让你刷个十组一三一四见个面。陪你吃个饭，要不要上酒店？人在哪活都一样，就看你是否想得开。都是外地狐狸，你就别跟我俩玩聊斋。哎，送给你们。